第一個問題啊，呢、這個好實際啦。阿多華，有冇有問咧？想問下，請教一下點樣醫呢個雞眼同埋打 C 一噶？呢個打 C 一幾樣嘢我都想知啊。上網 search 到嘅醫雞眼，據我記憶咧就話你揾鹽水浸咗腳，千祈唔好洗翻乾淨佢。浸完鹽水咧，你就瞓覺，嗰幾個應該會甩噶啦。唔好沖洗喎，沖洗咗就唔靚喎。好啦，如果你再想快啲咧，你浸完鹽水咧。批咗佢咧，滴一滴煤油喺度。煤油？煤油。點揾咯？屌，自己揾咯，揾唔到咪差異咯。唔關我事啊，暫時啲雞眼。嗱，打絲嘅。打絲嘅又好簡單嘅啫。手指公咧就用力撳個勞宮穴，即係手掌心。手掌心。左手撳右手或者右手撳左手或者用力撳落去，撳住咧佢就停㗎啦。哦一系咧就撳中指，即係用拇指嘅指甲撳住中指嘅指頭，拇指咁樣揹落去，揹落個中指指頭，哦、痛嘅，你一痛咧佢就停嘅刺激。因為大家可以試，都幾麻煩嘅事嚟，咁啊撳勞宮穴，嗯，一係左手撳右手，右手撳左手，即係掌心啊嗰個勞宮穴個穴位。第二個問題，可以下次啊。